Good morning, Penang. Penang, come down. OK， 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海边玩。然后呢，我们有方炯斌来带我们去海边玩。Let's go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就寄放行李在这边，然后方炯斌一点来载我们。我们现在去找Chendol吃。哎，走来喂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就去吃这个Penang famous Chendol。我哋嘅主导除了系导演，佢就系导游。系我哋去食Chendol。怎样？昨天带你去吃Penang福建面，好不好吃啊？好吃，真的好吃，好吃啊！是咩？对啊，后面那个人羡慕啊。他讲，哎，可不可以等下去吃啊？主导交给我吧，旅行这个也我最识嘅，我最喜欢找好吃的食物去旅行的时候了。OK， 我们到了啦，排队啊！给我排着先。哎呦，流口水了。Hello。呜呼。呀！呜呼呼呼，爽啊！买炸鸡翅啊！方炯斌来这边载我们。哎，等下他一到，我们就一直唱。你是好人，是个坏人。然后又回到他一个人讲话，你才唱。好。OK， 拼命而前途。拼命前途，我做一些不爽。哇，香！我去后面。可以，刚刚好。哟 ，Hello， 啊 ，Raymond， 好。好人，你是好人，个坏人。你是好人，也是个坏人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们的是方炯斌。方炯斌的方，方炯斌，方炯斌，你叫我。你是好人，也是个坏人。之前你做这首歌是不是好人激发你做的？这首歌叫坏人激发。你是好人，也是个坏人。他不认识他。啊，那时候不认识。这样他跟我们讲哦，是他激发你做这首歌，这是你现在来带我们去吃哦，是你要感谢他。那时候我有发一个梦啦，可能是他哦，这样他没有骗我啦。你是好人，也是个坏人。哎，我觉得这首歌可以解决尴尬点。没有，我觉得这首歌呢可以 remix 多一个，我们来一个好人跟修改的版本。你是修改耶。你是好人，也是个坏人。解决尴尬点。OK， 朱导下线了啊，到 Raymond 瑞导。哇，这个 tomato 看到还可以啊，秀肉。啊，直接嚟，这样来排猪肉。哇，你看啊，停。OK， 他刚刚跟我们讲，我们坐下来就可以了。他叫给我们。OK， 我最爱吃 Passenbo， 爽。我们那边叫罗家啊，他们这边叫 Passenbo。Passenbo。哎呀，那里有人来吃豆腐了，那是吃到脆的东西吗？啊，这个也可以，这个是野。不，来。对啊，你们是该有的。我们是修改耶，你看，没有人记得我们的名字，我们叫修改耶，就对了。来来来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哇 ，OK， 我们坐下来，有人请我们吃拉沙，还有我们这个是什么面？拉面，拉面，谢谢老板娘还有老板们。Penang的白家里面，哇，你看这个香料，呜呜，那捞啊，谢谢。Raydow 够了哦，哇香哦，这个白家里面 try 看它一口汤，看我会不会飞天。香，不过很香。哇，你看它叫什么？好大好大，这样子来包。你觉得它真的？它是 steam 出来的， steam 的，对啊，是比较硬的。哇，香！哇，嫩嫩的。嗯。
你可以走开。好的，我对你的敬仰有如滔滔，而且还是神庙放。给我们支持啊！拍不好吗？拍照拍照。你唱方炯斌的歌先。你是好人，也是个。回去啊！我那个拍照照来唱歌。Yes 啦！槟榔的抹吉一定要吃。就变成跟 KOL 一样。也是比较香，嗯，好吃是不是？嗯，没有介绍错吧？我嘴是很贱的，很贱。这家是最顶尖的食物。你叫什么名？你看过什么影片？你会跳舞吗？可以跳给果果看吗？哇，吃到西北包！现在我们要去海边。你的家离刚才你还在我们多远？方炯斌6点多 km。哎，很靠近下来，方炯斌。哎，方炯斌，你的囧哦，是真的？你妈妈帮你取的名字的囧，还是因为公司帮你改的囧？方炯斌，我的名字啊，那个囧是小朋友的囧。真的、啊？哦，真的。可是囧有很多个囧，我这边然后一个像。学的同对不对？囧、有一个是里面只有口而已嘛，对，那个叫囧。然后还有一个是里面有口，那口上面有一个疤的，那个也是囧。嗯，我小时候是那个哇，范仲斌，你是个坏人。你真的不会聊天，你可以直接讲重点吗，范仲斌？所以你以前是用那个有伤心的囧，有吧？对对。啊、哦，你不喜欢，太伤心。因为那个打字打不出来。你是好人，这么也是个坏人。以前样子没有，现在好像慢慢补全。鬼，那个鬼。哦，所以你的爸爸直接去写的时候直接鬼。但我又不是广东人，我是潮州人。凤鬼班会变成鬼。哦，所以你的广东名叫凤鬼班。所以你这里人这里还鬼，还鬼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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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才那个滚很特别一下，我 inspire 到我要写下一首了。哎，你们跟到这边来啊 ？Hello， Hello， Megan。这个是好人狗狗。好人狗狗。怎么你会在这边呢？特地来找爸爸。哎呦。OK， 这个凤滚班带我们来这间餐厅。哎呦，你看一进来就有音乐。哇，爽嘞！你看这个装饰，极美。Hello。哇，可以嘞。走，我们去游泳。游泳是什么？Swimming。Swimming。惨哦，你的话越来越孤立啊，越来越老了，怎么办？他们知道 Tomato 来 Penang， 然后我们住的不远，就过来找 Tomato。现在在海边坐着聊天 ，Chill。哇，我们的歌。做了点哦，这个做音乐太认真了，太认真了，所以他出歌去听他歌，10年写一首歌了，那么久啊，写到全部网红盖过他，他还不要出歌，我笑话，有时候小歌你写歌很快，做 demo 做完出来一天搞定，只是说你要到你满意的 level 哦，你要睡觉玩 game 再听，啊，我终于抓到这边不好听，我改了，微调微调。啊，微调，一直调，调调，调到自己真正满意，大概一个月。拜拜。我讲这个妹妹啊，她讲是弟弟。所以是妹妹还是弟弟？弟弟啊。够了咯，一男一女了。够了咯。拜拜。哎呦，这样睡得这个女儿，我的塔拉蹦会不会僵呢？这个人跑去开我们的周星驰给老外看。没有，他们跟我们聊天，我们就开给他看了。是，我叫 friendly， 我们就跟他 friendly。他跟我们聊天，然后他猜我多少岁啊？18岁。他这个肯定在讲变化。他猜你20岁。他在讲变化，我讲他 liar。他讲我像 Tom Cruise。这肯定也是讲变化。因为我们在这边一直有人在找我们拍照，然后他就有点好奇，要问我们：你们是 boy band 吗？这样。OK 啊，了解就是哎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OK，All right， 走了，现在凤滚班又带我们去吃牛肉餐，拜拜 ，Penang 的海，若隐若现的海，下次来我们一定要住 Hard Rock Hotel， 我要住在下面那个可以直接跳下去水的，
猪睡着了。Yes 啦，没有人排队啊。我打包回去 KL 吃可以了吗？坐飞机，今晚的鸡。酱你给我一个酱，然后一个是下来吃的。OK， 这个罗家嘞，看到酱。哇，这个什么酱来的？哎呦，这个是他们的秘方啊，比较不一样一点的罗家酱，这样它有点偏甜，我很喜欢的、啊。Hot Sing 罗家。呜呼呼呼，哇，香啊！爽空盘啊，怎么都不喜欢那味道啊，因为他不喜欢吃臭啊，臭豆腐啊，那些带有一点怪味的东西他就不喜欢，我就特别喜欢。它这个酱料呢是有一点黑锅加麦芽糖这样，那烤到有一点臭香味的一点的感觉啊，我个人的认为它有一点黑锅香，所以不是很喜欢黑锅的朋友就不讲你们了。 OK， 现在我们呢放滚拌进场，带我们来吃 IV 新洋鸭 cuisine。 一进来就闻到一股牛鸭香，哇老喂。我刚才问大家谁有点饱的举手，我们全部都举手，然后还是叫没有用，举手啊都没有用。这个人我们是叫六个人的分，就是八个人吃六个人，这个人举手都没有用，饱了要命了哦。我们吃菜好，不懂什么叫一点点。我们比起来是算一点放滚饭到这里哦，这个人很饱，你看拿酱多快，少不了贼肥宅。哇，本来很饱，好吃哦。它这个肉，哎呦没有了，这是鱼票。花汤很鲜甜哦，这点可以，汤可以抓这样，不简单。它那个肉，哇，它这个肉真的是很好吃。对对对，那我们打开我们的。哇，一听到牛肉菜就是感觉特别好吃，这样来试试它的鱼。哇，好介绍，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，第一次啊。有没有这样好吃哦？这个拿叶子来包，然后再加这个，就是酱，加酱。哎妈，好爽！嗯，龙虾加有这样好吃的吗？可以讲一个东西，就是那个飞机要飞了。好，可以可以。加的都没有。要离开槟城了。OK 啦，现在我们要正式飞回 JB 跟 KL 了啦。来，最后有什么话想讲？多多找我们表演，帮我们有生之年没有生多少年。可以的话，东马的朋友，我们现在每一个表演我们都很认真的，就如果有需要我们表演，可以找我们了。谢谢各位大哥大姐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我要 M Block 啦，你有什么要跟我观众讲吗？他没有要这边的观众，他讲。来，你讲，讲长一点呢。我们上车。你是好人，也是个。这招好用，只要你觉得尴尬的时候，你就你是好人，你是个坏人。到我做总结了，你看我做到。最后，谢谢我们的方江斌，带我们到处吃吃喝喝，玩玩乐乐。谢谢我们的老板，中间全部的付钱。全部都不给我付，下次你来把生，你不要跟我争啊！你去接币也不要跟他们两个争啊！嗨，好，拜拜。Thank you 啊！最后什么话讲吗？你是好人，也是个坏人。坏人呢？你都是坏人吗？因为好人我认识好吗？坏人拜拜，坏人，坏人拜拜。